下礼拜节就是母亲节啦。南投家父中心趁着拜六假期，特别来到水利乡港举办简单隆重的自强母亲表扬典礼。会长主办单位毛大心来安排瑜伽的课程，希望和这段辛苦的自强妈妈，大家一同暂时来放松一下。趁着母亲节进前，南投家父中心特别来到水利乡港举办自强母亲的表扬活动。简单隆重的颁奖典礼，光复社会甲劳动处长林俊吾也亲身前来参加，无分国家甲族群，感谢这些单亲家庭中艰苦饲养囡仔大汉的伟大妈妈。那我们今天非常恭喜志强妈妈哈啊，他们把这个很家庭在艰苦的环境中把它巩固起来啊，让我们的小宝贝都能够在这个啊求学在生活的环境能够顺利成长。这些妈妈更辛苦。他们一个人要担任好几个角色，第一个要担任主要的经济来源，啊，照顾的角色，照顾家庭的小朋友之外，照顾家里的老人，哦，那身兼数职啊，有时候要更要当男女生当男生用，哦，那整个压力非常大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在感念之余呢，挑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妈妈们。好，让他们来接受我们的表扬。来自十三乡镇区的自强妈妈，难得身为主角来上台被表扬，面上都是带着拍摄笑容。因真感谢家父中心的斗三工，让因会当靠家己车养囡仔大汉。颁奖了后，家父中心也特别安排瑜伽课程，慰劳这些辛苦的自强妈妈。那有家父的辅助，然后加上。我自己也是一直在辛苦的工作哈，那孩子也蛮努力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说这样子，我就很高兴。我现在心情是很激动的，真的是很高兴，对对对。太累了，一个人顾两个，啊，后来就撑过来了。对，就让妈妈专心的在楼上做瑜伽，让她舒展一下她的身心。所以我们特别利用这个时间，那妈妈也很开心，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不用担心孩子跑去哪里了，因为孩子有专人在帮他们作业，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喘息服务。南投家父中心也希望透过表扬这些单亲家庭的自强母亲，也鼓励这些家庭的囡仔会当坚强过日子，并抛砖引玉，呼吁社会大众会当。让继续支持家父中心无忧抗病的工作。我爱志强妈妈。记者金山采访报道。